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彩欧林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。这一期啊，咱们竞技场的围杀阵又开启了。我们用的是火箭铜手，在竞技场的上方围成一圈，下方用冰霜巨人第一个来体验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。哎呦，冰霜巨人好害怕呀！直接秒掉。又到了维京战士登场的时候了啊！这张地图不用维京战士啊，实在是没有灵魂啊！来开始，看他们跳起来多么的好看！哇，对方基本上都是自己把自己炸挂了。看看最后啊，谁活下来的多？哎，维京战士比较多一些，没有死多少嘛。上面丢满了武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回合之内能不能干掉阿波罗。咦，没射中啊，射中了。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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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跑掉了。哦，他是会闪避的。哇，往哪儿跑往哪儿跑。再来我们看一下虚空农民的命运如何。哦，被炸飞了啊！那之前阿波罗也应该是被炸飞的，人呢？直接是被炸了下去，不知道是从这个洞口炸出来的，还是从墙壁的下方炸出来的，反正是炸了出去。紧接着是超级农民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转转转，他能不能释放出他的火焰刀？我们的炮弹已经来了，你放迟了呀！哦，炸飞了，去哪儿了？炸到洞口了。哦，炮弹从洞口追了出来。哦，炸飞了出来，能不能追击上？来来来来，特写一下，炸出来也要炸你。现在咱们也要让奇遇来体验一下。奇遇准备跑了吗？哎呦，怎么炸到自己了这一边？哦哟，看不见奇遇了啊！赢了，奇遇被炸死了吗？哎，尸体呢？炸到外面去了吗？哎呀，直接是从这个竞技场的墙体炸了出来，这也太 bug 了。最后咱们在红方的阵营里安排了四名叛徒啊，就像这样啊，一个脚一个。哎，我们再把数据人放在中间，看看数据人能不能存活啊。哦，全部炸飞了。哎，但是红方还存活了一些啊。数据人凶多吉少凶多吉少，都跪下了。OK， 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